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又系我名人钟表珠宝 Ken 仔。今日同大家介绍翻呢一款充满文青气息嘅腕表 ，IWC 万国柏图菲诺系列，型号 IW391027， 精钢表壳，表壳直径42毫米。腕表有小时、分钟同秒钟的计时功能，动感优雅的计时按钮与计时显示，充分借鉴了60年代的设计风格。腕表搭载凸状蓝宝石玻璃表镜，镀银表盘与镀铝嵌入式时表。腕表由历史悠久的75320自动上链机芯驱动，动力储备高达44小时，并配搭一条深棕色鳄鱼皮表带，充分体验柏图菲诺系列的内敛气质。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住咁多先。如果中意我呢一条片，请 like and share 俾身边嘅朋友，再订阅翻我哋嘅频道。如果有兴趣嘅朋友，仲可以亲临门市试下表添。多谢晒，下次见。